街道上没有车，也没有人，城市安静的好像睡着了。思念和牵挂穿梭在每一条空旷的街道上，这是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过往。但是啊，乌云总会散去，明天终将到来，到那时我们就能脱下口罩，再也不用保持一米距离了，思念和牵挂都可以兑现，想见就见，相互可以说上一句一切都好了。冬天的冰雪看不见那星星，散不去的阴云，迷茫之间将睡在体音。哽咽，听那仰天长啸。老爸，今年是武汉支援第23年了，辛苦了。洒满着泪雨。等一下，我写的是不是妈？我爱你。英雄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啊，你别担心了。特别顺利，领导对我也特别照顾。我爸会找我视频，视频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眼泪肯定绷不住。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我，每天包括姥姥姥爷都会给我打电话。就是很遗憾没有陪他过完这个万众的春节。公司的这个防控措施做得都特别好，你在家的话不用担心。我志愿加入党员突击队。然后到飞机里面温差可能有点大，就完全就是看不见。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喊一声孩子会哭的。等抗疫胜利我们结婚吧。不疼啊？能不疼吗？走了，买好了。哎呀，确实挺想他的。希望疫情结束之后能补偿他吧。武汉必胜，中国必胜，中国必胜。
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